一定女儿第一，然后太太第二，用尽各种方法去想办法占据女儿的时间。不止爱妻，杨伟忠更是宠女代表，上节目大谈宝贝女儿，眼神流露满满父爱。如今却因为瀛洲落水女儿，自己不幸溺毙，女儿也换上脸书封面照追思父亲。照片里的杨伟忠怀中抱着小猫，背后是南太平洋海岛风景。如今父女天人永隔，成为永远遗憾。库克群岛警方证实，杨伟忠父女两人不会游泳，当时杨伟忠身上也没穿救生衣，才会发生这场悲剧。警方也提醒，不少游客泛舟时常忽略穿救生衣，提醒当地业者应加强泛舟活动的安全措施。杨伟忠是大笨蛋，大笨蛋，大笨蛋，你女儿都在等你，你真的很欠揍。等不到爸爸回家，宝贝女儿自录影片撒娇，昔日的甜蜜影片如今让人不舍，因为这回的分离是再也等不到了。这黄明勋观光君台北报道。